干什么？进去。哟，你这是要走啊？我说了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。 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应该心里最清楚吧。我一点都不知道。Michael， 我问你，怎么你这么着急就想回国呢？不刚刚一跟我说完，怎么就要收拾行李？你准备逃跑吗？什么逃跑？ 我回国的理由你不清楚吗？也许我以前很清楚，可是我现在就真的不知道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你说的话我一点都不懂？Michael， 别再跟我装了。我问你，公司训练用的录像带，你到底拿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 什么录像带？这就是今天你发这么大火的原因吗？你少啰嗦，你赶紧告诉我，你到底把你卷带子拿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哦，对了，那天那个录像带。
是姚总让我拿的，我只是取了一下而已，后来就转给他了。是姚琦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什么袋子那么重要？真的是姚琦？我骗你干什么呢？那他拿走袋子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？他只说对公司的概况刻录成光盘进行宣传，因为自从佩瑶得奖以后，公司的名气现在越来越大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就辞职了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Michael， 你真的要走吗？嗯。那你是想回国呢，还是去什么别的地方？我想，这对于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吧？我只是想说，也许我们还可以做朋友，是吧？现在我完全明白了。即使没有蓝浩，你也不甘心再跟我好下去了。你保重吧。不过，我还真的希望你可以留下来。姚琦拿走了那盘录像带。我觉得姚琦和宋东明根本就是一伙的。宋东明在香港从事国际融资和投资，姚琦经营着文化经纪公司，从事艺员的培训，组织娱乐活动。表面上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，充其量只是彼此的客户而已。他们都是独立的法人呢。可是，姚琦现在是施凡菲尔公司的财务总监啊。或许是什么共同的利益把他们联系到了一起吧。那台电脑或许……你说有谁可能拿那台电脑呢？姚琦。哦。他以前好像曾经和田英住在一起，我觉得他的可能性是最大的，不过宋东明也很难说。哎呀，现在要是能找到那台电脑就好了，或许什么就都明白了。惊醒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啊，你早点睡吧，我这儿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弄完。哎，这桌子太低了，你到我楼上书房去吧。啊，也好。哦，还有就是明天早上我就不吃早饭了，今天晚上我会工作得很晚。知道了，明天你直接吃午饭啊。你这阵子一直上我这儿来，你妈妈她会不会？没问题，我已经跟她讲了，这两天我住公司。啊，走吧。
二，你就在这儿工作吧。嗯。啊，你早点休息。那我先睡了。好。没睡啊？我电脑没电了，所以就不画了。你还没有休息啊？早点睡吧。我回去睡了。啊，好，早点睡吧啊。您在干什么呀？来啊！这样，我扶着梯子，你爬上去看看。看什么呀？上去你就知道了。小心。然后在你的右边，你看看。誓言的誓字。对。下来吧。慢点。那好，这是我30年前刻在上面的。当时我是给自己发誓，将来要干一番大的事业，这样才能够配得上你的妈妈。啊，那个时候这字形才这么高呢，现在长高了，却看不见了。您是想说？我是想说，如果你要干一番大的事业，那就得敢于去冒险。我们宋氏集团能够走到今天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我们经历了无数的磨难，也忍受住了道德和情感的创伤。所以我要对你说的是，看一个人要看他的主要方面，不要去追究他的细节。但是，
我有一个小的疑问，为什么田英的电脑会在您这儿？夏浩，我是一个好人，你用不着怀疑我的品格。不过田英的确是我派人干掉的。好人会杀人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好，我也是迫不得已呀。你知道吗？田英和姚琦是贪得无厌。我念着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他们居然现在要来谋害我的儿子，我只能这么做呀。你就一定要杀人吗？小浩，如果田英不死，我是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来洗刷你呀。你以为警察能够那么顺利地把所有的证据都一次找齐吗？怎么说，一些证据也是假的。对，所有的证据都是我派人后放的。田英有那么多黑钱的办法，他才不会那么傻呢。大家都知道我是清白的，案情也总会水落石出。我不需要你找这些证据来帮我洗刷，你知道吗？那好，如果官司再这么继续纠缠下去，那也许是三年、五年，甚至是十年了。你最好的年华就这么浪费了？你的前途就这么完了吗？我的前途，现在我的前途上已经沾满了别人的鲜血。要斗争，就会有牺牲，只不过恰巧牺牲的不是你。你整天沉浸在你的创作中，可是生活并不是你的作品啊，它不可能那么唯美，那么理想。好了，我现在把所有的底都告诉了你，你可以恨我、鄙视我，甚至去告我，我都认了。只要你能高兴，你怎么做我都不会觉得你过分。进。刚改好了，你看一下吧。啊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咱们俩去打球，那家俱乐部被警方查封了。哟。说是因为那个老板涉嫌诈骗、携款潜逃，把那女的抓起来了。就是那个副总，说是因为知情不报。哎，以后咱们俩打球啊，只能再换个地方了。真他妈够倒霉的。咱刚买了会员卡。你说那知情不报能有什么罪啊？那可不好说。这知情不报啊，其实就是纵容犯罪，就是帮凶。再改一改。啊？不，还改？改一改，改一改，再查一查啊，有什么问题？你没什么事吧？我没事啊。田英的确是我派人干掉的。
你回来了。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？电话也不接，公司也没人。妈，我已经是大人了，很多事你就不用管了。浩浩，妈妈是不想过多的干涉你的事情，但是你得告诉我呀，这个家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。妈妈，没什么。妈，父亲去世的早，我回了上海也没有什么时间陪着您，您一个人是不是挺辛苦的？浩浩，你怎么了？我觉得你们花那么大的心思送我去法国念书，就想我出人头地做出一番事业，但是其实在我心里最大的愿望是回到上海来跟你们在一起。妈妈身体挺好的，用不着照顾，只要你不要我操心啊，妈妈就很幸福了。其他没什么事儿。小浩，妈妈不是强迫你做不愿意做的事，要是你愿意的话留在公司里我也没意见，但是于小姐的事你一定要听我的。我看佩瑶很喜欢你，你不在家的时候啊，她来找过你，我看她很伤心，你就给她打个电话，跟她见上一面好不好？好，早点休息吧。啊，对了，妈妈，要是我跟您说我要出下远门，您会难过吗？你说什么呀？你会去哪儿啊？我哪儿都不去。哎，我就想说这样的话，看看您的表情。是我，对不起，刚刚打错电话了，对不起。我就知道你会想通的，你会来接我呀。我想通和接您是两码事儿，但是我给我这您的病历是吧？没事儿的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哎，医生虽然没对我说什么，可我已经感到时日不多了。看来和你母亲见上一面要成为一个奢望了。哎，你看是不是帮我约一下吴先生？吴先生，你不认识吗？
他代表你妈妈和我谈判，人不错。也没有什么大事，哎呀，只是想偿还，老天爷也不会给我这个机会了。所以，吴先生，我拜托您了。
因为你的细致和温情才赢得了冰冰对你的信任，这让我十分的感动。我请求您一定要待他们好一些。于小姐，啊，姚总您好，不打扰您吧？这么早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嗯，我来呢是有点事情，想来麻烦一下姚总，方便吗？请进吧。我这家里头有你什么需要的东西吗？啊，不不不，我只是第一次来嘛。请。哎，您这儿环境真好，请。什么事儿？嗯，这个。有话你就说嘛。不瞒您说，姚总，我来是因为有件事情，想请姚总帮我同宋总说一说的。什么事儿？这个不知道姚总是不是已经听说关于公司要送我出国留学的事情？于小姐，你到底在找什么呀？啊，没有啊。于小姐，这一大早你来找我，到底是要想说什么？姚总，我是想说关于出国的事情啊，我想请姚总帮我跟宋总说一下，看能不能另换人选。为什么？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你要放弃呢？姚总，我只是在想，我现在年纪也已经不小了，再出国留学几年，等回来以后一切都得重新开始。说实话，姚总，女人能有多少个青春值得消耗呢？哦，不知道姚总能不能帮我这个忙？这个个人的意愿吧，还是要尊重的。我这样，我试着呢跟宋总说一下，管不管用呢，我可就不知道了。姚总说的话怎么会不管用呢？哎，只要您肯帮我说一下就行了。好，那我试试看。嗯，啊，那我就不打扰您了，我先告辞了。老板，
我是姚琦。啊，什么事儿啊？刚刚于倩倩找过我。于倩倩，她找你什么事儿啊？她让我跟您说，她不想出国了。有这样的事儿啊？他是不是心生怀疑了？这个我倒不清楚，他只是跟我说他年龄大了，再出去几年的话，恐怕一切都要重新开始。啊，这样，回头我再给你打电话，我们见面再说。啊，喂，陈律师啊，那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好，好，好，姚琦，啊，我会留意他的。好，再见。您先随便吃点东西吧，这是您平时最爱吃的松鼠鱼。你今天请我到这儿的地方来，难道就是为了吃东西吗？是是是，坐吧。说说看，你是怎么看这件事的？这说呀。一切按老板的意思办。按我的意思办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按我的意思办过啊？哎，老板，我对您可一直都是忠心耿耿。是吗？老板，我姚琦拥有今天的一切，全是老板您栽培的结果。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要是对你有二心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跟我指天对地了，你对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你想想该怎么办吧。关于于倩倩的事儿，是对方点着要的，那也是我们势必要办成的。我是问你怎么办，不是问你要不要办。要不那样，实在要是不行，就还像上次似的，先把他们绑出去再说。你怎么还出这种馊主意啊？我上回对你说的话都白说了。那可是没什么可是，现在必须要说服他。啊，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弄清楚他是不是知道我们的计划。这个我想不会的吧。哼哼，你想？你凭什么这么想啊？有些事情我要是说出来，希望老板不会怪我多事。说吧。田英死了以后，其实我一直都在暗中注意着于倩倩的活动。哦，田英生前和于倩倩的来往最多，我怕她知道对我们有不利的事情。那怎么样呢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出什么问题。是吗？那你倒说说看，她为什么要对你说她不出国呢？我觉得于倩倩不想出国的理由牵强了一些，不可信。但我想她不想出去，总有她不想出去的原因吧。什么呢？蓝浩。蓝浩？哎，他们不是分开了吗？老板，他们分开了是不假。现在的女人啊，是
最琢磨不透的了。我觉得于倩倩对蓝浩余情未了，就像上次杜佩瑶一样，这些个娘们儿，他们遇到这种事情，他们就放不开。啊，那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觉得就应该一不做二不休，在这件事情上就应该把他们连根断掉。你敢？老板。总而言之，不准动蓝浩。可是没什么可是的。咱们现在的麻烦还不够多吗？难道还要再死一个人？到时候公安介入了，我看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老板想得周到。好了，这事儿我会想办法的。你怎么能直接找姚琪去呢？这万一要让他察觉到了，太危险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可我不这么做又能怎么办呢？你这叫什么话？哦，这么误打误撞的去找他，就能找到有用的资料了？这个也许不一定。如果接下来宋东明继续找我的话，那就至少说明，第一，宋东明和姚琪都知道这件事情；第二，宋东明他们也不想采取原来那种强迫的手段，他们希望我能够自愿服从。这样一来，就说明他们除了在人口买卖方面，还有一些别的什么阴谋。总而言之，就看他们接下来怎么做了。这万一他们还用以前那种办法怎么办？只有赌一赌了。不过凭我的直觉，我感觉他们不想再这么做。可你不能把你的安全寄托在你一个本能的判断上吧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我一找到田英的电脑，我就马上离开。那你一定要注意，安全第一。嗯，我会的。宋东明，喂，啊，宋总，哦，这样啊，好，那我马上过去。啊，再见。他果然找你了。让我
想太多的苦，爱叫人盼得痛心刻骨。你何时回来？我不停倒数，天上还剩没有路，月亮在透着